再一个青苹果，戳着戳着，哎，挺好吃。没打药的，就感觉是比外边卖的好吃。哥，大姐，大家不要走开，看我们家的梨子熟了啊，红香酥梨，脆甜爽口。薛老姐给我们农村人点个赞啊，看这红香酥梨。搞错了，再来。现在这个皇冠梨的口感也就是非常好了啊。嗯，很甜啊，口感没毛病，支持我们家乡的皇冠梨啊。既香又甜又脆，如果你也喜欢吃的话，点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，十几块钱给您发满满一箱，还包邮呢。不是我说呀，这种新鲜的芒果你们肯定没有吃过，看，就像吃哈密瓜一样的。姐，姐夫，你们看我们家的大青椒，哇塞，像个鹅蛋一样大哦。嗯，好脆好甜，看看好不好？如果你们喜欢吃红心猕猴桃的，给柴哥点个关注，来柴哥直播间，柴哥以最低价给你们秒啊！今天来到葡萄地里，来帮你们辨别一下成熟的五合白是什么样子的。来看看，像这种，还有一点点发青，它就会有一点酸，尝一下。
有一点。然后呢，看一下这种黄一点的哈，这个发黄的这种一定是特别甜的。嗯，真的甜。来吐鲁番啊，请你们吃葡萄。来一颗，好甜的白辛巴乐，树上摘下来，然后擦一下就可以直接吃的。哥哥姐姐，我们农民呢真的不容易，种树的时候呢盼丰收，丰收了以后呢又卖不上价钱，你看这么好的李子几毛钱一斤也卖不出去，如果你也喜欢吃的话，点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十几块钱给您发一箱，还给您包邮呢。我求求你们了，别再去吃这种两三块钱一斤的黑布林了，这也太小了吧。看一下咱们家的黑布林，现采现发，特别好吃，喜欢吃的话下方小黄车十几块钱满满一大箱，我给你包邮。Thank you.